来到第一间酒店是 Bayview， 来到柜台办入住手续。这间是间四星级酒店。这间是我今日帅的哪个 room tour？ 厕所里还有个浴缸。从楼上看出去，这风景好美的。我的天哪！下来这里走看，还有什么东西看？从酒店这里走出去就是海边了。看到海边蓝天白云，就是要开始装逼了。走累了就去找点食物吃。漂洋过海来吃麦当劳。你要顺便买水。进来麦当劳后开始点餐。
吃饱后换间酒店，这间是老五班酒店。来杯水果饮料解渴。2000 years later， 又回到了 Bayview 酒店。这时候的海边夕阳好美。洗澡好后来开箱这个零食。来尝试这个草莓口味的零食，入口即化。